不爱信天的老树，然后今天我们收到了这样的快递。首先要感谢哔哩哔哩啊，我们终于是接到了官方的广告，也就是恰饭视频。我们打开看一看，这是从日本那边寄过来的，这边就是我的家庭住址啊，大家就不要往我家寄这个小礼品了。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样子的。嗯，他给我们寄了一个贺卡，就是类似于那个山下智久啊，我刚才想说牛郎的，这个就不能乱说了，豌豆公主百里挑一，类似于我们的那种严选的产品啊。好了，我们从什么开始呢？从水开始吧。我们就从喝的开始。日本字我们也看不懂了。我的天，他们这个豆乳的，他们这个豆乳的味道跟我们国家的这种就是豆乳的这种饮品完全不同的，就是它没有我们这边的那么甜。这样会不会有点恶心？但是真的这是里头的沉淀物。我不是想吐槽我们国家的豆乳是掺着水或者什么，就是这个就感觉很真实，像在自己家喝米浆的那种感觉。就是其实里面会有一定的杂质。哇，我竟然喝完了。来看看，这是日本版大皮哥。嘿嘿，果然是日本版大皮哥。看见没？资深大皮哥 ，nice， 加大版的，哇哦，里面是有夹心的，看见没？细节。DHA 快乐水，哦，还有点气啊，日本百旺仔。好了，一杯金月光，嗯，尝一尝。哇，这个有没有碳酸？这个有没有度数啊？我等下开车回家耶。算了，等下就在哥哥家住吧。哇，吨，快乐水，这绝对是快乐水，这个真的很快乐，喝了之后所有的烦恼就随着这个嗝就打掉了。好评，我很喜欢这个。蒋伟浓一些啊。姜味，它是姜油姜香的嘛，姜油这什么花的鱼哦，好像还有鱼，还只是鱼翅他们的一个 logo 而已。你说跟你没有那么油是吧？就是抹茶、白桃乌龙，还有这个红茶，我来看看感觉如何。全分乳，这红茶味还挺香的啊。
跟我们国产的那种，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区别？嗯，我们自己家里煮的。我们自己家的煮，自己家的煮的红茶里面可能会兑一点蜂蜜煮啊，但是这个味和这个直接冲出来的味差不多。哦，那说它的甜度各方面，嗯，纯度是 OK 的。嗯，好，我来尝尝这一个白桃乌龙。哈哈，赵老师在家装修，哈哈，我就替他来尝尝这个了。他是很喜欢喝这个的，有时候吃膨化食品，然后再来一杯很装逼的，不，再来一杯这个很装的茶叶，你会觉得生活还是很有档次的。嗯，一点不夸张，它很香啊！我还没有喝到嘴的时候，这个香味，小伙伴们，这个白桃乌龙还有我们刚才喝的这个红茶还有抹茶都很棒，我们看见没有，家里都已经开始分起来了，就是就是真的啊，不吹不黑，我也是见过世面喝过很好的茶的这个好吃老板，就是当你还没有喝到水里的时候，你首先闻到的这个味道，就像在桃子树下吃了很多桃子那种感觉，就是那个嘴巴呀、衣服呀、袖子上都是那个桃子汁儿，就是很香甜、很甘甜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喝到这个茶叶的时候，就是一种浓缩的感觉，就是可以闭上眼睛，就是穿越到那个时候那种感觉，一点都不夸张。就是没有想到啊，吃了这么多这种比较香甜不腻。哎，就是那种很甘甜的那种感觉，如沐春风一般啊，特别是我们吃了这么多肥宅快乐的东西啊，快乐水啊这种之后，就感觉生活就突然一下子就回到那种乡间小道的那种感觉，很清香啊，这个极力推荐。好了，这个最后的一个典藏的产品，因为我个人觉得减肥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要少吃多动啊，但是这款产品是可以燃烧脂肪的，然后全肉啊，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肯定是正品，这里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今天所有吃过喝过尝过的产品全部都是那个这叫豌豆公主，就是跟哔哩哔哩网站官方合作的百里挑一的这个，对吧，山下智久，就是它，不是山下智博啊，对，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是吧，哔哩哔哩律师函，你懂的。我们的播放量过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凉了的 UP 主啊，就过一万吧，过一万我们就把它抽给我们的粉丝，具体怎么抽就用官方工具，然后大家记得给我留言。嗯，好，我们本期的视频具体怎么样，购买的方法我们会留在屏幕的下方。我个人觉得还是跟大家回顾一下，我觉得就是茶叶系列我觉得都是很好的，然后这个他们的这个快乐水也很不错，然后这些煎饼啊，还有这些膨化食品小食啊，日本的大米饼啊，还有这个，对，还有这个米饼，还有薯片等等，都是他们日本产的，就是给人一种很强的这种民族自豪感的这种东西，就像吃起来没有我们这边的油，没有我们这边的甜和腻，但是我觉得可能口感方面我跟我哥尝了一下，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包括像这个日本版的大皮哥，他都做了夹心进去，我觉得这是确实是很用心的这些产品，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喽。